车来了！哎，这车在那开着这儿来了，快坐开它！ 师傅啊，一蹬车了，咋就能把车开那儿来了？了不得！没看那轮胎呀，快结了吧？哎呀，这脚速也高了啊！师傅，快下车，等我的弟弟们歇上一会儿。哎呀，不了不了，我们快抓紧时间接货吧。我呀，还着急回去，拉了好多好多货呢。哎，好嘞好嘞，来来来，快熄火，快，快点走。 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请进。啊啊，我先走。别别别，先吃点东西，实在没有好的，拿不出手啊。别嫌弃啊。啊，哎呀，谢谢啊。多久没睡觉了？哎呀，9天9夜了，没睡上一个小时呢，安什么觉啊？我呀，这不是传你们进货的时候打个盹吗？<笑>哎，师傅，1205那边怎么样了？ 我昨天给他们送的货，那面恨你们一样，喊得很真是好样的。咱景区啊，就你们3、4个警队没有停工了。老秦啊，看见了吧？人家都在拼命的干了，咱们呀也在甩开膀子追上去了。好啊，这样吧，粮食到了，把人给弟兄们好好吃顿饱饭，锻炼一下。人家车队9天9夜都没休息过，再努把力，将1205重击。对。 咱这边加把劲啊！快点，师傅，好好吃，咱们快！师傅，来，多吃点啊！行行行行行！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咋了？拉来了？太阳出来了。 2020枪了吗？不说是最快的打井速度吗？也没说是全员总量啊。按照优质评比的标准，没有达标的警队不在评比范围之内。那全月评比的最终结果是本月的冠军队。 跟咱们竞赛啊，咱是谁呀？幺二零五，那马猴子就是一个跟头翻出18000里去，他也掏不出咱的手掌心儿。<笑>哎哎哎，队长队长，咱们好好庆祝庆祝嘛！庆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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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说队长，你给大伙儿好一段那个亲亲样。哎，队长队长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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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一旦。
舅，你二舅都是你舅，高桌子看的都是木头，走三步退两步，你不如不走。躲大镜，快大镜，躲躲出呀！哎，小王，小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报表。不是说前两天你们那边大雨封路，都出不来了。咱是谁啊？咱不是120.5吗？没弄脏啊！你们这边雨小，那我回去吧。回去了。哟、你还拿着镰刀干什么呀？那个草垫子上有狼，我一个人走，我拿个镰刀防身嘛。挺勇敢的呀你。这没拿水不给你喝。你就这样，给你个苹果。拿着吧。你慢行。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那我走了。哎，不是小卢吗？沈总，您好，您好。沈总，你好，小卢，今天怎么你在这儿？对，我来送报表，我给小王送报表。哎，那进去坐吧，别在门口站着。不了，沈总，那个天不早了，我得赶紧赶回去。哎，还拿个苹果干嘛？你想送给我们小王了吧？不是，是，天不早了，我真的该走了。来，大家喝水。哎，怎么没人说话呀？你们没听广播啊？行了，队长，咱别要求太高了，全区300支钻井队了，得了亚军也不易了。放屁！我行将120.2得了亚军就是耻辱。不拿冠军，我们就等于让铁山在世人面前低了头。行了，队长。别把话说得太重了，咱们还有的是机会。老兄，全队几十号上，我白天嘛黑夜的，咱们为胜了。吃苦受累咱都不怕，谁手底下脚底下没耽误过一分钟，我就咽不下这口窝囊气。哎，队长，喝水消气吧。我喝个屁水呀！什么时候了？我饭戒了我。你说你，就是不长脑子。队长啥脾气你还不知道？还喝水？现在你就是给队长肉吃，队长照样骂你。根据会战工委的最新奖励政策，下个月起，冠军队除发奖状外，挂锦旗外，还有额外物质奖励。康总说了。不听了！下个月拿了红旗，和白组长、我会开会，系上红绸子，嗷嗷叫的给你送过去。说话了吧？咋了？都哑巴了？现在谁也别急，咱们120没一个孬种，没拿到红旗，谁也别骂谁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了？啊？有话你就直直说，啊！别给我拐弯抹角，我就烦这个说话绕来绕去的。我对咱们120的兄弟有信心，问题不在我们内部，得从外部找差距。外部在哪了？啊？咱比那120我少了一个胳膊短两条腿的了。我要是知道差距在哪，还开什么会呢？队长，咱能不能好好说话？行，好好说，好好说啊。
我才知道要说了，差距在外部。哎，我说清楚啊，这个外部在哪了？什么是外部？外到哪了？总不能外到国外去吧？咱能跟人苏联老大哥比吗？那外到哪了？你们给我画出个道道来了吧？ 原来不外，就外到幺二零五，这是咱们幺二零二，横着比，看看究竟卖在哪了。哎呀，一样的钻机，一个牌子的柴油机，一样的工资标准啊！幺二零五三十七个人，咱们幺二零二是三十八个人，比人家还多的一个人了。 咱们车窝头，他也没车白面，他瓦匠是共产党员，我马后生也不是国民党。你说的这些啊，都是硬的，还有软的，比如说钻头寿命呢，泥浆压力配比呢，技术熟练程度呢，还有拆装井台用的时间呢。咱们虽然在钻石总量上是亚军。 可咱破了最快的晚景记录，这说明咱们的钻井速度不输他。哎，你再算说句人话呀！别打断我。还有一点，幺二零五的工人是玉门当地的老百姓，咱幺二零二呢，出身可是石油市警卫排，清一色的军人。要论战斗力。 咱可以不把任何警卫放在眼里。冷兄，给可以，自己卷，不惯的毛病。哎，瞅你可爷爷不写的你大方。行，明天搁警队队长到寨去开会，我先摸摸底。咱们呀，不打那无中备之仗啊。好。 要注意保温了啊！快完了就赶快瓦片盖上。明白。这是第几组今天的？今天的第三组。同志，你再说一遍，油温是多少？72.1。多少？72.1。好嘞。哎，小王。哎，沈总啊。我想问你个事儿哈。问吧。你觉得铁人组的那个技术员小卢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哪儿好啊？ 工作认真，肯吃苦，责任心强，还有为人老实正派，不搞阴谋诡计，字也写的不错。<笑>我看也还行，他跟你一样也是大学生，有知识，有理想。哎，他们铁人队获得了会战第一标兵，这当中也有小卢的一份功劳哦。是吗？哎，看来这个同志还是不错的。 哎，对了，这个同志觉悟还很高。前一阵儿大雨封了路，全战区只有他一个人坚持每周送一次技术报表。哦，你看看，这我都不知道呢。既然他有这么多优点，我帮你们牵下搭桥好不好？搭什么桥？就是帮你们牵个红线儿。 打个鹊桥呗！啊！哎呀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真符合科学规律嘛。如果你们能够在会战期间互相帮助、互相学习，建立革命感情，这也值得大力提倡的嘛。 李部长，刚才接到运输部的报告。 3000吨物资都已经运达一线警队，好事儿啊！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！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，啊！哎呀，可惜现在没有酒啊，有酒咱们俩可以一醉方休啊！尝，你尝带酒。<笑>哎呀，老康，现在大庆的局面已经基本上稳定了。 下面我想跟老陆回北京，这里的工作就全部交给你。放心吧，余部长，随时电话请示。一线指挥部的岗位分工已经落实到人。
下面我主。第一列的原油什么时候可以运出？计划六一。好啊，原油运出，这是一个标志，我在盼着这一天。吕部长，能不能晚走几天？等给原油列车检了彩再走。你是大庆会战总指挥啊，代表石油部党组检彩，那是你应该做的。真是好事啊！来，咱们再庆祝一下。对对，正在发车。余部长让我转告你们，公安部和铁道部已经联合下达了通知，全力保证首列运油车的全线通车。大庆原油的第一列火车从萨尔图火车站驶出。回盛家，发车计划取消了？什么取消啊？你没看人都散了，运油车呀，早就过去了。不可能呀，鸽子声也没听见。你呀，睡死过去了，没舍得叫你。老兄，你可别骗我啊，运油车真的走了？真的。不叫我了，叫了你还骂人了，头一扭接着又睡了。你，哎呀，你们缺德呀你们！队长又骂人了。你踹的把我踹醒了，我踹的踹醒，大老远我来干上来了啊啊！睡觉我手上不能睡吗？哎呀，你们这行了，队长，这个月从来没见你睡得这么香。张着嘴流着哈喇子，大伙舍不得叫你啊。走走，你们都看上了，我什么也没看上，这不是？
秋丽吗？是我，总书记。大庆运出油的消息啊，我已经报告主席和总理了。主席很高兴，要我打电话向你们表示祝贺。感谢中央领导的鼓励，有中央的支持，大庆油田的原油会源源不断地运出去的。我要提醒你啊，你们石油部不光是打出原油来，还要把军用油、航空油炼出来才算数。现在才刚刚开始啊，往后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，你们要抓紧时间，尽快地把产量搞上去。我们一定会按照中央领导的要求去做的。好，希望你们继续努力。吃饭呢？吃得了，拿了。好好吃啊，多吃点，吃多了好有力气啊。铁哥一个屁呢啊！咱们下个月看。我就不信我们这种打兵的还能输给你老百姓。我跟你说，哎，这那坐着来吧。真挂蛋子，马队长。向解放军同志学习。梁指挥，你把我放心放心啊！我到底哪个环节输给那头犟驴了？啊！按说吧，咱越大井进度我是冠军，任何机器都到极限了呀。那你移井的速度是多少啊？3到5天。那你知道老铁的速度是多少？多少？最多2天的时间。2天？嗯，他家里2天就能移到刑警，为啥？那当然了，他的机器设备能小拆就不大拆，能不拆就不拆，他能不比你快吗？所以说在这个环节上你要动脑子啊。哎，2天？这几个破窝头让你摆弄来摆弄去的，还能吃吗？啊？咋了不能吃？哎，老乡啊，铁力预警速度快的诀窍是什么？能小拆不大拆，能不拆就不拆。我了，昨天琢磨了一宿，咱们能不能连钻机带井台都不拆，让他。钻机井台一块的平移过来，你看咋说？整个移过来？对呀、啊，这可没听说过，几十吨重的大铁疙瘩不拆平移过来，这要是成了，那不成了奇迹了？哎，哼，我就是要创他个奇迹了嘛。你听我说啊，咱们啊在刑警位上挨他几个固定桩，哎，从老井台上拉过几根钢丝，井台底下铺上钢板，把中间的土地平整好，腻了有润滑作用。咱们用减压机呀，慢慢的一点一点搅，几百米的距离，咱们就是一米一米的挪，也用不了一天的时间。哎呀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靠谱，没准啊，还真是个办法。啊，明天咱们就要停钻了。我看这样，咱们明天就试验。试验失败了，算咱们倒霉；试验要是成功了，那就有他铁驴好看的了。那就试试呗。哎呀。
同志们，今天请大家来，一是庆功，二是感谢。在大庆石油会战最困难的日子里，沈阳军区工兵团的全体官兵在大庆石油会战当中艰苦战斗了43天，你们修建了28公里长的输水管线，修建了8个油池，修建了公路12公里。我代表石油部党组，代表大庆石油会战工委，向你们表示致意。同志们，雨停了，你们的任务也圆满的完成了。但我知道，在这43天里头，你们的衣服没有一天是干的，每天工作在18小时以上。石油部党组、大庆石油会战工委决定，将你们修建的输水管线命名为“八一管线”。向解放军同志学习，向解放军同志致敬！为人民服务。有请注意前沿岗垒和金牌下的岗位，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整体已经开始。一二三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你这又是跟谁啊？跟你。我怎么了？我该你的还是欠你的？该我的了，欠我的了。吴沙霸子，我告诉你，别没事给我找事儿，啊！我是没事儿，你不给我事儿，我哪来的事儿啊？啊！俺幺五二八，即是好人，
天天吃闲饭，你就是不给任务，你说这算啥嘛？你们队呢，刚刚恢复元气，又是新设备，所以先好好的培训和休整。培训、休整都那么多天了，啊，姜绿和马猴他俩在生产运动会上拼的是你死我活，让俺1528队的当观众。当年讲话，今儿俺可不干。你还让不让我吃饭了？对不起，我说顺嘴了。可是从松级一到松级三，是你亲自领着俺一口井一口井打过来了。你也看到了，俺1528队啥时候被困难和挫折吓倒过？为了当年指导员，今儿你要是不给我任务，我也就是不走了。好，明天我向康总通报一声，一天之内给你警卫。嘿，那太谢谢了。哎，你不吃饭了？有你这句话都够了。走啊，洗衣服呢。啊，什么时候也跟我们洗洗呗。不给。行了，快走吧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这么高兴啊。大姐，我当然高兴了，太阳都出来了呀。哎，你跟小卢的事儿啊，老沈都跟我说了，你最近见到小卢了吗？沈总都见不着，我哪能见着他？他不是每周都来送一次报表吗？不用他送了，沈总说实行新的政策，要面向基层去服务，现在啊都是派车下各个警队去取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这样挺好的，要不他自己骑车得好几个小时呢。时光如梭，光阴荏苒，又到了每月生产运动竞赛评比的时候了。广大会战职工，在这个热火朝天的初夏季节里，头上青天一顶，脚踏荒原一片，挥汗如雨，日夜奋战。这次生产竞赛，你认为谁能当冠军啊？当然是小卢他们队了，人家是铁人队嘛。那么肯定啊？当然。经过战区指挥部的认真评选，大家无可争议的一致认为，这个月生产运动会的冠军队伍是1202队。现在播报消息的同时，战区小卢他们队被拔旗了。他们队啊，把荣誉看得比命都重要。这一夜他们别睡了。毛正同志，辛苦！首长辛苦。敬礼。好，李斌。毛正同志，这个月你们超过了第二名铁人队一大截子，于部长很高兴。他竖铁人这面旗帜，就是要让你们来超越的。感谢领导对我们的关心，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，绝不辜负首长对我们的期望。首长好。辛苦。首长辛苦了。辛苦啊。哎，辛苦。辛苦了。首长好。辛苦。首长好。辛苦啊。辛苦。首长好。辛苦了。老秦，这回可算出了口恶气。哎，我看那个铁驴还跟咱们生气吧？啊！哦，对了，政治部刚来的同志要咱们写一篇广播稿送过去。哎，好啊。那个铁驴不是会写那个什么打油诗吗？哎，咱们也好好写一个，好好气气他啊。
现在播送1202队队长马厚生的特约来稿。标杆队中立标杆，铁人群中出钢人。要问钢人是哪个，挺胸回答是我们。哎，咋可能呢？啊，咱是谁呀？1205啊。对呀，咱是真正的石油工人啊。那咋可能输给由复转巨人组成的这不是一帮神话蛋子吗？这不是现在不就可能了吗？我说你，哎，你怎么长人家志气别自个威风？还有啥威风啊，跟人差一大截呢。小楼子，你哪单位的啊？你哪单位的？现在播报一条振奋人心的喜讯，1205队的技术员卢继学刻苦钻研，大胆创新，和工人们一起做试验，搞革新，实现了一次成功取出岩芯64.47米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。看把你给美的。笑啥呢？你笑啥呢？你笑啥笑嘛你？咱们全队输给马猴子了啊！就你得意是不是？你欠揍啊你！哎呀，你不表扬就不表扬，你也不能打击报复。1205队的小卢听到广播后，一周内到4号院技术处领取技术革新奖20块。奖金20块。行。好好笑笑啊，好好笑吧，这还可以啊。不管怎么说，给咱们全队挽回点面子来，是吧？好。那是，咱是谁啊？咱是1205的技术员卢继学。哎，好，对，这样，这个明天你去领这个奖金啊。特聘你，往前去。我有个条件。那么还讲条件？摩托车借我用一下吗？不借，自个走过去。哎，那你把150块钱还给我，你买摩托车借我，还我，有钱了，回来请大家吃饭啊！摩托车钥匙，哎，那我说两句，我卢继学今天能有这样的成绩，跟大家分不开，所以我决定像队长说的，把20块钱奖金领了以后。请大家吃饭。好，哦，好，好。杨局长，杨局长，我给你丢脸了。你这说哪儿去了？谈不上给我丢脸。我替马后生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局长，您来有事儿啊？当然有事儿。啥事儿？你在扒旗子？没错。说，是我动手还是你扒？我自己来。
比赛总会有输有赢，我老铁输得起。幺二零五，从头再来。幺二零五，从头再来。